克劳克的这个风景啊，确实是非常的古雅啊。这边有一个桥，这种桥呢，也看到它是砖砌结构啊，非常的古老。这个城市的古韵呢，让我非常的喜欢。空气还是蛮不错的，唯一让我伤心的事情就是我昨天临出来之前呢，我突然间发现我的那个成绩，我有一门课叫 British Architecture 啊，它这门课呢可以被不同的院系来选择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它的时候呢，我变成了别的系的一个课程，也就是说它变成了我的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，这个我再研究研究回去之后是不是能改，如果改不了的话呀，我可能就给多交钱了，而且还给多修一门课，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我还得去问一问他们。